回转型年度计 AV 时，数值即有年性的议题等，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针对议题的年度进行测量及监控。但以往的生产过程中，用以连续测定的年度计在构造上容易损坏，即使应用于产线，不到半年就故障的问题时常发生，造成使用者的不满。在生产过程中测试年度时，树脂等液体会渐渐地附着于转子上，因此需要频繁的清洗。然而以往的年度计在回转时，若一手握住转子使其停止的话，会造成设备损坏的问题。就算是待回转停止后再将转子取下，但取下时只要稍微对转子造成负荷，就容易造成回转部位损坏，而市面上的设备几乎大多是如此。为了帮助客户解决这样的问题与烦恼， Approach 开发了这一台新的回转粘度计。 Approach D 粘度计坚固耐用，使用时不需担心容易损坏，而操作上也非常简单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粘度计可以装设于生产线的液体桶槽内，可以达到24小时连续性的自动测定。接着计涂层、涂料等树脂化学品生产线、咖喱、美乃滋等食品生产线等。只要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自动监测管理粘度的生产现场，皆获得来自广泛客户的一致好评。装设于生产桶槽中，即可24小时连续测定粘度。只要更换转子，即可针对各种粘度的液体进行测定。回转中的转子已手动停止，取下转子等也不会造成损坏，是很坚固的设备。外部输出功能可以实现远端管理即时粘度，这些是我们设备主要的特色。想要24小时自动管理生产线桶槽内的液体粘度，想要针对树脂、食品等达到精密的粘度管理，目标达到无人化作业等，此设备皆能克服这些生产管理上的课题。现在大多数的生产制程是将生产中的液体取样装杯送至实验室，以回转粘度计来测定，进行生产管理及品质管理。 Approach D 粘度计可以让您直接省去这些工序，因此可减轻人力作业负担，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。及时管理生产中的粘度，及时掌握生产情况，确保生产品质稳定。我们的展示间皆有实际展示，欢迎莅临参观。关于其他的详细说明，请与我们联系。